就这个合同来讲呢，导致我们买房人的损失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定金罚折违约条款。从这个违约条款上来讲呢，我们是可以要求他父亲给我们退费，退这个定金，并且如果对我们造成了损失的话，是可以要求这个他父亲给我们赔偿相应的损失的。我卖楼也不能，我25万不能卖19万，也不能强买强卖吧。但是您不签合同了吗？之前我签什么？那就是个条子，是他写的条子，然后收我10万。但这个条子上面有您的签字啊，这就具备法律效力了呀。他写的我签字，但是房子不是我的，是我儿子的。您在一个您在房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房子卖了，这个事儿您没合计过不妥吗？电话一挂，再也不接。嚣张一看，得说啥都多余，走法律程序吧。在此呢，也提醒我们老百姓，在购买房屋的时候，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，一定要确认一下，向我们出售房屋的这个人是否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，另外是否取得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的一个授权。如果没有授权的话，那我们购买的房屋这个购买合同有可能就是一个效力待定的合同。如果卖房人房主不同意卖这个房子，那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就是一个有可能会被撤销的合同。房子都不是你的，你搁那瞎张罗卖啥呀？对，乔大爷现在就有点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的感觉。咱说这乔大爷，您咨询的没错，这房子不是你的，你签的合同确实没有法律效力。但是你别忘了，本来就是你毁约在先，好说好商量，这事儿都能过去。你现在人不见门不开，话没说两句就挂电话，你觉得你这事儿办得地道吗？再说了，从法律上你也说不过去呀。不是不知道就可以不守法。按律师的看法，小张要是起诉你到法院，你不仅得返还定金，还得赔付相关责任费用。给个台阶赶紧下得了。好话好说咋都好，要不然无论讲理还是讲法，讲啥你都讲不过去。咱再说说小张，你这买房子这么大个事儿，你不谨慎点吗？房证不仔细看看写的是谁吗？你上网搜搜，大把大把的购房合同样板搁那摆着呢，但凡是多几条约束，你也不至于吃这么大亏呀。通过这回长个教训，把定金要回来，赶紧再找一套靠谱的房源，把老爹安排上楼吧。说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小时候学课文咱们都知道，那大雁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形，一会儿排成个人字形，站排走，别飞丢了。可是前两天一群大鸟在城市上空扑腾乱飞，啥队形都没有，那画面看得我那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家养的，又飞起来了。你家养的啊？养的。哎，咋玩儿？上谁家了？这是动物大迁徙呀，一对对，一行行。妈呀！头顶上黑压压一片，自带恐怖片特效。这样数量庞大、飞行路径统一的鸟群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家养的鸽子呢。可再仔细一瞅，不对劲儿，这鸟瞅着可比鸽子大多了。现场有很多市民发现，这些大型鸟类好像是属于两个群体，在上空统一汇聚成为一个群体，集体向南方飞去。这些大型鸟类到底是什么呢？为啥集体盘旋在这里呢？首先确定它是东方白鹳，但是为什么确定东方白鹳呢？它那个头比较大，嘴比较强，鹤的嘴没有那么大那么强，所以确定东方白鹳。为什么它这个时候那个能够聚群这么多呢？这个头10天20天，就是这一个月来吧，是偏暖的，水域没有冻，农田地没有覆雪，这鹳呢有食物，所以说它就没有着急要走，因为这个大雪全都覆盖了，它没有地方找食，没有地方找食，所以说它就是聚大群找，看见居民区这有点黑土地儿，有点什么东西，可能对它有吸引，哎。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聚成大群。明白了，原来是想歇歇脚，等着小伙伴一起走。一开始我以为不是乌拉就是老楞的。这个季节呀，正是鸟类向南迁徙的时候，能看到这么多鸟，也证明咱们的生态保护是越来越好了。各位家人千万别走开，大海热线2022新年台历福袋已经开抢，
到底怎么才能得到？一会儿您就听我令子。还没扫码加会员的赶紧吧，福袋只送会员，快来抢台历拼手气。所有人都听好了，要想日子过得好，生活潇洒没烦恼，赶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，以后再遇到烦心事、感人事、闹心事、高兴事，这都不是事，大海热线通通帮你解决好吗？但是记住哦，得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。打开手机微信，扫描二维码，按住识别，授权登录，加入大海热线会员，立马就能得到现金红包，最高可得88元。转发给朋友，还能天天抽红包，每天享有消费维权法律服务，热线福利购9.9元买所有。这好事上哪儿找去？记住，就扫这个码，加入大海热线会员，热线会员待遇好，日子潇洒没烦恼。赶紧扫码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吧。说700多万买新房，如今却已大变样，为啥砸了我的房？热线家人红包乐，幸福生活福气多，快加会员抢福袋。辅导作业有方法，幸福家庭笑哈哈，用心良苦啊。老师讲啥无所谓，眼皮底下打瞌睡，扑通。过马路被拦下，掏手机不说话，这是唱的哪出啊？葛洪药膏一斤药浓缩2两膏，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？风湿骨痛、肿胀痛，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？慢性腰腿痛、反反复复痛，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？腰痛、腿痛、关节肿痛，痛痛痛，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？你的风湿骨痛，葛洪药膏正适合；你的慢性腰腿痛，葛洪药膏正适合；腰痛、腿痛、关节肿痛，葛洪药膏正适合。葛洪牌桂龙药膏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还咳嗽呢？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每一片黄精液都采自广西大峡谷，深深黄精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1公斤鲜叶浓缩萃取，1克黄精油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牌黄精油胶丸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还咳嗽呢？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道地药材，妥妥的。好舒宝每一片黄精液都采自广西大峡谷，深深黄精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活性成分足足的。好舒宝鲜叶萃取，黄精液从采摘到萃取不超48小时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精华浓缩满满的。好舒宝1公斤鲜叶浓缩萃取，1克黄精油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每一粒都是宝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牌黄精油胶丸。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1公斤鲜叶浓缩萃取，1克黄精油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牌黄精油胶丸。老牛可真牛，以前呢，工作业绩突出，跳舞打球也突出，买菜做饭带孙子样样突出。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，哎，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。舒筋健腰丸，是的。舒筋健腰丸，广州白云山陈李记。有对联儿，有福字儿，大家都来沾福气儿。一分
我发现最近咱们的2022台历福袋势头挺猛，平时不跟我互动的潜水的，你看吧，这次都出来冒泡了。热线电话打爆了，微信平台堵车了，我多年不联系的幼儿园同学都让我给他留两套，吓一跳了、还以为要结婚呢。那结婚就拿着这大红包福袋去随礼去呗，那我看他挑不挑你。那倒不能、嗯、顶多给我轰出来。你就告诉他赶紧去加大海热线会员，现在已经提前开墙，今年过年早可得早下手啊。福袋一周之内陆续都给大伙发出，都别着急，这两天咱们的会员都陆续接到消息了，有没接到的也别着急，肯定都能收到。没加会员的现在就扫码加会员，又能抢红包又能赢福袋。来吧工作人员，今天抢台历福袋的消息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发送，赶紧去抢。各位会员赶紧看看自己的手机，哎，有没有接到通知，这个福袋里边的大对联、大福字、大台历，这是春节必备的年货。五元五元，邮费五元了啊。那五元咋的，你买一副对联福字还多少钱呢？再说了，这钱也不进我兜，那是给快递小哥的。那凭啥福袋免费呢？那么傻呢，那不是有咱们老朋友方林赞助吗？甭管你们家是中式装修的、欧式装修的还是方林装修的，台历福袋好看又实用。感谢方林装饰对咱活动的大力支持。今天的幸运到你那嘎了没呀？暂时没抢着的也别着急，关注节目，一会儿还有两波。我记得前些年有个小品叫装修，讲的是装修的时候砸错了别人家的房子，闹出来一大堆笑话和麻烦。那六和九还能分不出来呀？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比艺术还残酷。前几天小王就遇到了比这事儿还荒唐的剧情。他今年刚花了700万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，有钱人呢。前不久物业来电话了，说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，你们家让人给砸了。啊，我们的地板、所有的门套、内部的所有的门都被拆掉了，还有一部分的墙被砸了，有一些墙上面还有了一些拆除的标志。本身这是一个新房啊，精装修的，莫名其妙的啊，遇到这样一种事情啊，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这震惊，也非常气愤。小王最近贼拉闹心，花700多万买了套房，交房后一直没入住。没想到再次见到自己的房，却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。小王说，这让他崩溃的一切就发生在11月4号。这天物业突然通知他，你家的房子被人错砸了。这一户是3905，他是正常在我们这边办理手续的。那他怎么会跑到人家1905来的呢？可能具体他怎么跑来我不知道，是不是房号他工人听错了就过来跑错楼栋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密码都是统一的初始密码，可能业主也没有换密码嘛，就这样进来猜错了。这个锁是有密码的，但这个当时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交房的时候跟我们说呢，因为涉及到交房之后一些维保的问题，所以建议呢就是业主就是说都不要换这个通用密码，这样方便维修的进入。这就闹出岔头了，不是你3905装修造人家1905去了。随后热线记者在3905门口看到这户业主是委托了一家装饰公司进行装修的，这家公司怎么就这么糊涂，自己装修的房子是几楼都搞不清楚，闹出这么个乌龙呢？装修上面所有的都是3905，而是自己我跑出门了，叫人家来拆，把一拆拆掉了，到到要拆掉要准备敲响了，一响不带头啊。装修队曾经提出10000多元的赔偿，但是小王不能接受。就在双方僵持的期间，11月13号，小王发现装修队竟然又擅自闯入，将原本拆下来的门套和地板又给搬回到他家了。我想我去拿人家的东西，最起码东西要还到人家家里来，至于为后面他家用还不用是另外一回事，等把人家拆抽掉了，要不然我就寻思我们把人家返还或还原，对不对？至于还原到最后拿不少，我替地损失。就是他如果要装修拆除的费用我们来恢复原状，这个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不太可能能接受啊，拆成这个样子，然后说就像一件，我们讲就像一件名牌的衣服，你买回去之后把它拆成一个个衣服的裁片，然后再重新再缝起来，然后说这是原来那件衣服，我交给你。
精装变清水，这真是少见呢。小王就觉得那是你装修队跑错门砸错了房，这是很明显的过错，那理应承担责任呢。我觉得也是。你觉得没有用，装修队觉得哎，我赔一万就够了。开玩笑。下一步小王只能通过起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接下来咱们开门见喜，跟我一起手机扫码加会员，加入大海热线会员，拼手速抢红包赢福袋。会员福利，每周热线福利购9.9元买所有，新闻爆料、法律咨询、消费维权，有事您说话。加入会员绝对香，家人一定要分享，转发给亲朋好友，红包继续抢。各位家人，这一轮的抢台历福袋机会来了，咱们得先提醒一下大伙儿，昨天中奖的观众还有没给我留下联系方式的呢，都找不着您了。咱们是节目最后抽奖，所以说您得守住了。又有不少铁粉给咱们发来照片了，您看这大叔笑得多么的灿烂呢，耶！哎，我就喜欢大姨这样式的，把快乐传递到了我们的身边。还有，哎呀，这是咱最小年龄最小的观众群了吧，这小粉丝值得培养。最后这张人搁哪呢？啊，想起来了，留言了，人说老三你看你多有面啊，俺们全家人啊，一大家子的照片全家福陪你合影呢。刚才这几个只是代表所有符合拍照条件的家人，你们的头像和微信名都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奖池里边，节目最后要抽奖，您就等着开奖吧。有观众留言说了，你总说那福字啊多大呀，对联啊多长啊，我看到底是贴俺家大门上啊还是贴屋门上啊。这么的哈，各位先把手机都准备好合影啊，我花重金聘请了一位模特给大伙专门展示展示。你可拉倒吧，啊，这一个计价叫重金呢。就说咱家小杨身高1.86米啊，你对比一下，看看这对联福字多大，你赶紧抓住他啊，赶紧合影，和这对联福字一起来合影。快点的吧，我快举不动了。来，准备5、4、3、2、1，怎么样，咔嚓完呗。啊，咱得先说好啊，这个福袋里边有台历、有福字、有春联，这都是免费的，但是呢有5元的邮费。照完的赶紧把这照片发送到咱们大海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，一会儿咱们就抽奖赢台历福袋。说辅导作业有方法，家庭幸福笑哈哈，用心良苦啊。老师讲啥无所谓，眼皮子底下打瞌睡，扑通。过马路被拦下，掏手机不说话，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宝宝吃饱了吗？吃饱啦。龙潭九壳还没好，快用好书宝。好书宝1公斤鲜叶浓缩萃取，1克黄精油。老慢汁，咳痰喘，龙潭九壳还没好，快用好书宝牌黄精油胶丸。老慢汁，咳痰喘，还咳嗽呢？龙潭九壳还没好，快用好书宝。好书宝，道地药材，妥妥的。好书宝，每一片黄精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深山黄精，龙潭九壳还没好，快用好书宝。好书宝，活性成分足足的。好书宝，鲜叶萃取，黄精叶从采摘到萃取不超48小时。龙潭九壳还没好，快用好书宝。好书宝，精华浓缩，满满的。好书宝1公斤鲜叶浓缩萃取，1克黄精油。龙潭九壳还没好，快用好书宝。好书宝，每一粒都是宝。老慢汁，咳痰喘，龙潭九壳还没好，快用好书宝牌黄精油胶丸。龙潭九壳还没好，
快用好舒宝，好舒宝一公斤鲜叶浓缩萃取一克黄精油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牌黄精油胶丸。老牛可真牛，以前呢，工作业绩突出，跳舞打球也突出，买菜做饭带孙子样样突出。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，哎。舒筋健腰丸，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。舒筋健腰丸，是的。舒筋健腰丸，广州白云山陈李记。高，真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三七总皂苷含量这么高啊！养立方金三七，专利种苗核心科技，有效成分高。每一口都香浓回甘，每一口都健康满满。养立方金三七，高皂苷，七香浓，回甘酒，有效成分真是高。养立方金三七。口感软糯挺馋人，连肉带筋香喷喷，入口即化，相去扑鼻，哎，你会感觉到一种甜甜的奶香味，很入味。秘制配方酱料炒，入选中华老字号。咱们这个筋头巴脑啊，里边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。肉汤分离，分量足，老少皆宜，又大补。我们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火锅底料，哎，筋头巴脑的火锅底料。你看，咱们爱吃的青菜呀，都可以直接下进来。这款筋头巴脑的原料精选上等的牛腩、腱筋、板筋等食材，采用传统的手工均匀切割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牛肉和牛筋当中的营养和口感，再搭配传承十余年的独家秘制酱料和茴香、肉蔻、香叶、丁香、草果等30余味中草药，经过精心熬制、铁锅炒制、焖煮入味、高温灭菌工艺等10几道工序加工而成，制作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，做出来的筋头巴脑味道鲜美，酱香突出，肉筋软烂，回味悠长，非常适合咱们北方人的口味。而且呢，这款筋头巴脑还特别方便，这里面呢是一袋这个牛腩牛筋的干货，还有一袋是汤料包，咱拿回家不用别的，直接下锅一热完事，方便解馋又营养。不想错过这口的老铁，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，点击麦下方的北方嗨购，电商助力品牌发展，全国4家电视台融媒体联合行动正在推进中。接着唠，说辅导孩子写作业一直都是当父母的难题儿，血压不稳的，心脏不好的，不要轻易尝试。这辅导作业它不是体力活，还得讲究方式方法。你瞅这位爸爸是怎么教女儿做几何题的？接下来是个什么形啊？什么面？是不是啊？分他对着谁？为教女儿几何题，土豆切成正方体，媳妇拿出了手机，这得发到网上去。你感觉火了呗？家长倒是挺高兴的，也没想到这种自己一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片段吧，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。今天就是回来以后给孩子辅导这个作业，当时就是这道题，它是这个几个正方体，正方体以后呢有不同的这种切面，对应的下面有不同的图形。别说孩子了，我当时在看的时候还需要反应，挺不好理解的，所以给他讲就更讲不清楚了。孙大哥正在苦恼之际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有了办法。然后呢，刚好就是坐在这个位置呢，身后就是我们家这个厨房，然后我就想到把这个土豆给它切成这几个正方体以后，然后给它现场示范。聪明幽默的爸爸背后一定有一个有趣并配合的妈妈。我觉得办法挺好，但是我一看他拿个菜刀，我说这个太危险了，我说你换个小刀，他不用不用，这顺手。当时就觉得没有你这种辅导作业的提个刀上阵啊。切土豆你用刀能理解，讲题时候你不能放下吗？你这样谁敢不会呀？菜刀在手，那不会我也得点头啊。咱商量一下，大哥呀，你下回切完那土豆子，你把菜刀放下，拿筷子讲解呗。你说你这样整的俺们都跟着紧张了，
这要是不会再把你气急眼了，你手起刀落，咔嚓把这土豆切坏了咋整？还得再切一个。来看今天的八新闻。茅檐长扫进屋台，花木成畦手自栽，寒冬白雪江院绕，妙手整理棱角来，积雪扫入绿化带，板板正正白皑皑，整齐划一，有组织有纪律，扫雪也能扫出一道风景线。现在连清理积雪都要内卷，雪啥时候这么听话呀？咋的，刚军训过呀？贫穷是又一次限制了我的想象啊！这物业以前专业学过砌墙吗？你们这小区就没有孩子或者遛狗的吗？高档小区就是用心，堪称强迫症的福音。同样是工作，你大爷毫不手软，专治强迫症有信心。爱意东升西落，浪漫至死不渝。冬日的浪漫与现实的碰撞，大爷告诉你真相：好好的树叶为什么会长在围栏上？虚无缥缈，一扫而光。这个树叶在上面的话，虽然它很好看很浪漫，但是确实会影响到大爷的工作，大爷在自己的工作吧，给同学们一个比较安全的干净的一个环境。是谁的心呢、啊、孤单的留下，大爷扫把一挥，落叶散落心碎。年轻的时候谁还没搞过浪漫呢，却还是难逃油盐酱醋的平凡。不要用你的浪漫挑战别人的饭碗，每个人的实力都不能小看。好，就是利用了牛顿第一定律，利用了加速度和惯性，剪刀断了线的时候你才放手，但是这个时候要减速啊，减速肯定速度变到零，它有个惯性，它会冲掉往前去，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过头了。所以我们剪刀你觉得还没到的时候立马停，这个时候它会有个惯性。学好数理化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呀，更何况一个简简单单的抓娃娃。寓教于乐，来给同学老板都上一课，实力藏不住，知识最炫酷。瞅瞅课本上难以理解的知识，到抓娃娃时瞬间变得是通俗易懂啊。学物理啊，学数学就让你们了解生活，学语文让你们懂得诗情画意，所以说你们要不要好好读书啊？要。此刻老板已经心疼的哭晕在了厕所，这生意还咋做？教学需要引导，可遇到这样的学生老师也没招。太阳当空照，让我怎睡觉？老师心地善，讲课催眠好，只要不考试，美梦必不少。脑瓜子又嗡嗡的吧？后边的同学说话声音小一点啊，别把前面睡觉的同学吵醒了。嚯 ，VIP 中 P 呀！趁桌子不注意，来了个热烈拥抱后倒地呀、啊！一倒惊醒梦中人，果然坐在讲台边的都不是一般人呐！这一摔，瞬间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关注。看呐，不仅成功把第一排的同学吵醒了，最后一排的吃瓜群众为了围观都戴上了眼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至今已觉不新鲜，强中自有强中手啊。朝吃炸鸡一瞬间，千卡热量一日还，减重心愿提不住，体重已过万重关。就是当时我们两个一起点外卖，他点了一个减脂餐，我点了一个小蛋糕，然后就想会不会就是一边吃减脂餐一边吃蛋糕，就能早点相互抵消，这一顿就当没有吃，人不长胖的。不吃不吃又吃了，吃着吃着又渴了，来瓶饮料又喝了，连吃带喝又多了。以毒攻毒，要用魔法打败魔法，不是抵消是叠加呀。姑娘骗起人来连自己都骗，你咋不说吃完去趟厕所就等于没吃呢？别自欺欺人了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呀。胖是一种姿态，胖是一种可爱，胖子心直口快，胖子代表气派，我胖我骄傲，我胖我自豪，就爱直升标，我就爱炫耀，我胖我怕
这不是胖，是可爱在膨胀，我这不是壮，是幸福在歌唱，我这不是骨，是细胞在跳舞，我这不是肥，是脂肪在搞鬼呀。语言幽默，逻辑清晰，白白胖胖充满希望，心态虽然好，无论胖瘦健康最重要。节目精彩没得说，台历福袋别错过，虎年福袋货满满，手机扫码加会员，实用还有面，就是量有限，没加会员的赶紧扫码加会员，赢得抢台历福袋的资格，已经加入会员的还是扫这个码进入抢红包页面，点右侧的转发按钮，赶紧把图片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，让他赶紧加入大海热线会员，他能领红包抢福袋，你还能抽奖，你们都有机会赢得我面前的这套2022新年福袋，台历福袋只发会员，加会员抢红包赢台历，加完会员您就坐等好消息，没扫码的别着急，一会儿还有一轮。说过马路被拦下掏手机不说话，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葛洪药膏一剂药浓缩二两膏，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？风湿骨痛、肿胀痛，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？慢性腰腿痛、反反复复痛，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？腰痛、腿痛、关节肿痛，痛痛痛，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？你的风湿骨痛，葛洪药膏正适合；你的慢性腰腿痛，葛洪药膏正适合；腰痛、腿痛、关节肿痛，葛洪药膏正适合。葛洪牌桂龙药膏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还咳嗽呢？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每一片黄精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，深深黄精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一公斤鲜叶浓缩萃取一克黄精油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牌黄精油胶丸。老慢支，咳痰喘还咳嗽呢？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道地药材，妥妥的。好舒宝每一片黄精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，深深黄精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活性成分足足的。好舒宝鲜叶萃取，黄精叶从采摘到萃取不超48小时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精华浓缩满满的。好舒宝一公斤鲜叶浓缩萃取一克黄精油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每一粒都是宝。老慢支，咳痰喘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牌黄精油胶丸。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。好舒宝一公斤鲜叶浓缩萃取一克黄精油，老慢支，咳痰喘，浓痰久咳还没好，快用好舒宝牌黄精油胶丸。养立方金三七，云南文山高原红土黄金产区，土地是金，专利种苗，有效成分高，种子是金，坚持无公害种植，良心是金。养立方金三七，七香浓，回甘酒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健康是金呐、啊！养立方金三七。说红灯停，绿灯行，这是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交通规则。可是有人偏偏是越活越回旋，在交警眼皮子底下闯红灯不说，还猪八戒轮家伙倒打一耙。你是不是违法在先？我去制止你，对不对？堵车是你的权利，但是如果说你造成后果，你要负上严重责任。好，你也承认说你闯红灯是你原因，而且你还说我
好，眼神不好使。他自己说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自己说的。自己说的，我们都听到。是不是说你眼神自己说的？大家都可以听到。对，我们可以证明。他自己听到的，我证明你是我的义务，跟我的权利在。不过这是你拍照，是你的权利，跟你的义务，可以了吗？闯红灯没有理，遇到交警掏手机，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。遇事拍照取证，被你玩的是明明白白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必须代表正义谴责你。这年头了，不是说谁拿着手机拍就是有道理、对。最后，交警的这番教育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好评，全程有理有据，没毛病。拍是你的权利，但是如果说你造成后果，你要负上严重责任。好，你也承认说你闯红灯是你原因，而且你还说我眼神不好使，他自己说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自己说的。自己说的，我们都听到。是不是说你眼神自己说的？大家都可以听到。对，我们可以证明。他自己听到的，我证明你是我的义务，跟我的权利在。不过这是你拍照，是你的权利，跟你的义务，可以了吗？这年头了，不是说谁拿着手机拍就是有道理、有没有得了？对。得亏旁边有路人给交警作证啊，这要是掐头去尾发到网上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那交警拦下你是为了你的安全，你说这么大人了咋不懂个四五六呢？不是谁拿手机谁有理，有能耐你把这段视频你发网上去，你看看大伙咋说的。各位家人，马上进入抽奖环节，昨天发合影的老铁这信息都在俺们奖池里边的，没加会员的今天最后一轮抢2022台历福袋的机会来了。听我口令，打开微信就扫这个码，进入大海热线的微信公众账号，点击左下方的抢红包进入活动，点击拼手气抢红包按钮，加入大海热线会员，抢红包抢福袋。会员福利可不止这些，还有每周热线福利购9.9元买所有，新闻爆料消费维权，有事儿您说话。快抽奖吧，家人们都等急了。这么的哈，家人们都准备好了吗？今天咱们准备抽20位幸运观众。哎哎哎，你悠着点儿，咱这福袋数量有限呢。啊，那还10位啊，10位，大伙儿都仔细瞅，盯紧了，看看中奖的有没有您。来，预备，奖池滚动，看好有没有你在里边。3、2、1，停。恭喜这10位伙伴可以赢得咱们大海热线2022年的台历福袋，记得赶快把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留言给我们。今天没中奖的也不用垂头丧气，你的头像继续留在奖池里边，明天可以继续参与。您需要做的就是盯紧咱们节目，早晚有一天中奖的会是您。热线家人，红包乐，台历福袋安排妥。时间关系，咱们今天先唠到这儿，明天晚上还是7:30，还是北方频道，咱们大海热线接着唠。热心肠。